哎呀，但快买房子了，李坤明，买房子了就能够有自己的院子，有自己的院墙，可以种东西了。哎呀，种凤梨，种菠萝蜜，种芒果，太烦躁了。种柠檬，种好吃呗。那得买个大一点的院子，按照你的尺寸，咱们估计得住到城郊四十里之外。要是住到城郊四十里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回金甲去找姐夫的老家去吧，那边不禁还是有地的。你看姐夫跟他们种科技果吃就特别多，根本就不是我们接的。对，但是他们不好好种，不好好打理，就造成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姐夫哥，你就是我公爹，他那个墓地，那个占了那个两一咖那个墓地啊，荒着都，然后还被别人盖了房子，别人在里面坐着。回头我跟你说，可能还会出现什么产权逆转啊，什么玩意儿呀，到时候一看就是潜在的风险。对呀、啊，谁盖的房子？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个果子可以做冰粉，李坤明，上去弄点吧。熟了吗？这个怎么看的熟不熟呢？我见过，他说可以做冰粉，在网上。李什么？嗯。萝卜。过来，换双窄，过来。双窄。对。王婶有那种剥瓜子的机子，给我买个。你也不上天天坐那吃瓜子。这是慢慢跟小偏食干的样做的，这个碗的样，你还能给一腾腾锅点人家不吃？哎呀，这个疫情确实丰富了大家的非洲生活呀。看亮米，亮米亮米好的我。那裤子穿的跟大罗一样。他就是拆换了过去，不上地下，完地下以后到地下不能坐地下，就是这样。咋教那孙女儿？你瞅瞅，那你怎么跟那大的教好？他看见他这些做，他也做呀。大的也是你教出来的好吗？那算呢。大的跟着我实验，他都不做地下。胡扯。胡扯啥呀？胡扯，就跟着恁俩才做地下的。Charles， 咱妈说你呢，你看给老大教成啥了？一帮推卸责任的了。确实没有提到我任何。阿明，阿明，你要打电话了呀？我那个天哪！大哥，你有什么打我？亮明，阿明，阿明，阿明，哎呀，我好多汁了，快点吃。老大去哪儿了？底下，你把他吃饱喝足，他都是去玩去。过不去了。哎呀，我天，哎呀，我天，别从饭上塞过去。哎，咋回事啊？这里，这里。吃瓜子啦！你看，好多瓜子，奶奶给你剥了这么多瓜子。快来，奶奶。张嘴，奶奶一向舔嘴。这抢住了。抢住。这吃了好受是吧？爬嘴里呢，跟姐姐去。站着。S， 哎，亮明显长得跟 S 的小时候好像啊。那真没亮。那李坤明跟我小时候长得不像。李坤明长那么难看。然后他给爸爸拜拜了。Charles， 你闺女给你拜拜呢。拜拜。快吃。主要是现在天儿的同学可闹这个房东，不是你这个行为啊，就很恶心。虽然搁你这儿住，家里被盗了，有一部分原因属于天灾人祸，那你这个态度啊，处理事情的态度实在给人感觉就感觉不好意思，俺家搁你这儿住被盗了，还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起你了。你忘了合同当年咋签的了？所以你说他喊钱儿子还会，钱儿子鸟都不鸟他，钱儿子也不愿意鸟他，就不想理他。本来搁这住不了两天了。不是，你还搁这住着，没有安全保证，你还吓着吧？对呀、啊，你没有安全保证就算了吧。明知道是嫌疑人，你还非得给他放到小区继续关注你的小区，你是觉得，偷一点太少了？这几天都在挨着挨被偷了，你心里出坦？说房东也很烦人，搁非洲这种事儿啊，搁非洲有几种事儿，第一种就是像咱现在遇到这种事儿，就是房东派人给那个住户家偷了，就是很暴躁一件事，然后他自己又不装摄像头，然后咱也忘了装摄像头了，所以这种事儿说不清楚。
第二种事就是咱之前前几天我给恰斯找房子的时候遇到一个骗局，可逗了。有个人跟网上盗了图片，给说着，哎，这房子特别好，特别便宜，你先打钱怎么地？然后一查，又不是房东，又不是那个中介经理，啥都不是，就是一骗子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惊呆了。我说哇塞，乌干达人民群众智商现在都这么高了，都已经玩得起这种骗局了，这种高大上骗局。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，我也遇到过一个骗子，就是多你给我打的钱，从国内打的人民币，打成美金打过来，然后我搁前脚取了钱，后脚都有人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你取错了，那银行给错你钱了。我说是你蠢还是那银行的人蠢呢？我用我自己的护照，我自己的提款密码取的钱，还取错了，你觉得银行人蠢的跟你样？然后那个人直接被我骂的不吭气了。对，我觉得现在这边非洲的骗局也特别大，这人民群众谁教的，都把非洲人民教坏了。那像咱房东这么恶心事啊，他们说像咱住这个市中心其实非常少的，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这种事儿。对呀、啊，估计房东也没想到他会碰到像咱家这么强硬的人，他觉得他咱会放，因为咱是按年交的房租，咱会放弃一年的房租直接走，因为按照合同，如果咱首先破坏这个合同的话，咱就应该暂时不能要回来一毛钱的，多余的房租要不回。他没想到咱这么强硬，然后他要退咱房租，你说你图啥嘞？其实这种事有啥不能好商量说？你这样干活太吓人了，咱这个地儿是不能再住了。那是不是你把肚子露出来了？啊？有肚肚吗？啊！舅舅教我们的什么？哎呀，李慧明教我们的啥？找我们削你呢？太过分了啊！哎，昨天我跟你说，我打了他爸爸，他立马跟着我学打，然后我就打了李艾斯特两米的脸，然后他就打自己的脸。真的小孩嘛，你教个啥都是啥，他光说。他看见啥都是啥劲儿，你看都是挂针呀哈，整个手握的，他都不知道是谁要哈，他也手握的，看见我都是，他脖子。我来下去吗？